有关社会事新闻影音贴文，止于112年3月12日夜间，一白色自小客车在鼓山区万寿路自撞一案。经查，该白色自小客车自撞案系发生于111年的6月12日凌晨3时许，于本分局所辖万寿路所发生的自撞交通事故。当时由湖南单独一人驾驶该车，在万寿路015号路灯处发生自撞事故，驾驶未受伤，亦未有饮酒情事。本分局以 1A3 类交通事故处置。警方呼吁民众驾车行经山路或弯道时，应减速慢行，小心驾驶，以保障行车安全。